好吧，我自己独自啊跑这儿来了。空气说发现一个大矿区啊，说那个地方矿可多了，说让我搬家去啊，让我去盖房子去。我现在没空，空气，马上的啊。我现在有个任务，控制四座破碎三角洲的空间锚点。什么东西呢？是这个传送用的啊。我得往哪儿走啊？我骑摩托车吧啊。我把这个锚点弄了呗。我现在在完成主线任务呢啊。这么远吗？骑里拐弯，骑里拐弯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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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啊！我去那个把那个锚点那个开启一下，激活一下，然后我再去找你们去啊！你们先去空气那儿吧。空气说要搬家，说的这个位置啊，200多米，在山上边啊，那我怎么上去啊？有路吗？哎，停，是这儿，我是这儿，这我能上去吗？这没有路啊，我总感觉我白下来了。停，我去悬崖了，这我看我能爬上去不？什么鬼呀、啊？可以吗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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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了！什么事儿啊？这叫在那儿呢啊！好，那咱们继续把摩托车招出来啊，骑上我幸福的小摩托，走，上面可能有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七日世界吗？对，七日世界，这个每个男人的梦想啊，都这一个游戏都给你解决了啊！末日是吧？绝地求生没问题吧？你干啥？妈，这什么玩意儿？狗啊，是吧？然后兄弟之间的组队，这也没有问题。开放世界也没问题，我撞死你们！哎呦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躲开呀、啊，我撞死你！哎呦，哎呦，卡住了！哎呀，这枪不好用啊，小伙伴们，没子弹了吗？我一刀剁死你得了，还是刀过瘾呢，是吧？把这个是我的任务，最后一个了啊！开启它，站！哎呦我的妈！你看这枪远中远程还行，不太方便。OK， 咱们看一下啊，咱们主线任务在哪儿？奶奶的，我拿大刀砍他得了！我咵嚓给你来一刀！我去你的吧 ！Hello， 我去你的吧！狗，去！我人都杀你，我还怕你狗？给你切稀碎！咦，这狗真恶心，腐化狼啊，这是。好，空气啊，你招我吧，我上你那儿去，我看看你那个地方多好。空气说发现一个矿场啊，空气啊，招我吧。咱们看一下主线在哪儿啊？主线在这儿，我的传送点那个地方不让我传送啊、因为我在这儿，我这不就我这是传送锚，我得到这儿或者是这儿才能传送到这儿。这什么啊？三号是谁啊？三号是新仔，我新仔空气，我们三排呢啊。空气啊，你不让我上你那儿去吗？去不去了还？我看一下啊，我要去那儿的话，那我最好是标点这儿，那我直接飞下去啊，我要飞得更高，就位，我就位不了啊。我现在飞在空中呢，好吧，那我稍微等一会儿吧，我先降落，我才能传送是吧？啊，你邀我一下，新仔，邀我还有新仔，这红点是什么玩意儿？感叹号正在向我逼近，货运抢夺，达哥我下来了，你有货了又，空气啊，重邀一下，我上空气那儿去啊，这任务要不然没完没了是吧 ？OK， 空气来了，空气跑这儿来了，这地方好啊，行啊，那我也找个地方啊。我跟你一块住吧，空气家盖成这样，好吧，你再铺上南瓜，你卖菜的啊、哦？那这样的话，我去哪儿呢？我找一个，那我那边吧，我去那边吧。空气教我怎么搬家了啊？离空气也别太近了，也别太远了。新仔要在那儿住吗？哎呀，这啥呀？有结界，哎，我不想去了。那我跟空气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啊，是吧？也别太远了。蛤蟆叫声，那我就搁这儿了啊，空气啊，这。不耽误你啥吧 ？B 键，然后摁 Z 键说，我家这么点啊，行吧，我家好丑啊，与他人领地过近，完了，我盖不了了，你这啥玩意儿？那我取消一下，然后重新开始。B 键，什么声？空气啊，这样行不 ？OK， 你看我的家破不破 ？OK， 我把什么东西我全给你卸了，这回我轻松了吧？嘿嘿，我轻松多了啊。好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现在得干嘛？我现在好像得做一个东西啊，什么东西呢？有个玩偶收容的。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是哪个是啊？家具类吗？设施类、结构类，也不是这个。哪儿去了？外观家具，哎。哦，这玩意儿啊，这个因为我有一个那个元素小子挖矿的，这个做不了了，需要铜锭，我先不要。好，你看，哎呀，还有个猫呢，家人呗，打开，行，你去刨去吧。还有个这个啊，这个我给挪，他俩挨着得了呗，是不是？建造模式，然后摁 F 键把它挪一下，你们哥俩在一块儿吧，这多好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是坐在上面，这说明他已经给我挖了矿了啊，去吧，玩去吧，你怎么的？建造供电设备 H 供电设备我一个做不了啊，再说吧。然后呢，我看一下啊，能做的东西太多了，碳需要点铜来一点。OK， 我看了又看啊，好像这个热武器啊都不咋地啊，小伙伴们。我瞅
演啊，我得做这个木头铜制的啊，起码得这个，咱们用的是这个，差点劲啊，单发伤害加 5% 也不太多呀，那我还不如做这个了，木头加破碎石，火药也能做点，火药咱们其实挺多，做吧做吧。 OK， 我看一下啊，我能做点饭不，我这个饭始终是个问题啊，牛肉哪来的牛肉啊，啊，理智胶囊在这儿呢，我睡觉吧，睡觉啊，是吧，好久没休息了，不要偷看我睡觉啊。好，咱们瞅一眼啊，你什么玩意儿，哦，他打扫的东西啊，回收，他们只要坐在哪儿啊，就是他们收集东西了是吧，什么事儿，就他啊，我刚才拿的是他，他喜欢打扫，他把那个东西都给打扫了然后给弄的啊。那咱们有没有灯啊什么的，这晚上好很别扭哎，这是哪儿啊，东黑原枢纽，听不懂。好，我们瞅一眼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灯之类的，家具类呗，照明有吗，娱乐杂项，没有灯吗，只有个床哎，照明这有，小型指示灯，日光灯，这也行啊，电路元件，我东西够，可是这个我没学，H 跟踪配方能做吗，登记记录查看，日光灯追踪，做一个日光灯，我得解锁这个啊，NO 键这儿啊，这个灯我得上哪儿学呀，轻工艺吗，建造这儿吧，灯在哪儿呢，这玩意儿上哪儿做呀，哪灯这里边啊，没看着啊，保险丝，灯在哪儿做啊，伙计们，不是我没学，主要是在魔音有采集工艺经营啊，我知道是建造吗还是工艺啊，找这个太麻烦了，强心针我得学一个啊，这个上回打 boss 的时候我就没经营太阳能发电机储水的，这个我得学一下，收集点水呗是吧，太阳能发电机 OK， 然后这是啥，电力配套的，这里边有灯啥的吗，有喇叭，学不了，又没有电池了，我哎我好吧好吧，冰箱，电力升级，那咱们先来这太阳能得了，太阳能板的 OK， 我瞅一眼啊，完成旅途，解锁水箱啊，收集雨水，又没有电池了，我都听不懂你说啥，我可能有，长啥样不知道啊，这里边是吧，这个收集了，取出，哦，取出，然后这玩意儿咱们放在哪儿啊，放这儿吗，抗生素，不对，这里边吗，水是搁哪儿做啊，凉白开搁这儿呢，需要点木头，哎兄弟们，那个木头啊，怎么能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收集木头的吗，还是木头就得自个儿砍树啊，我老缺木头，雨水收集这个再稍微做点挺方便的，这个是吧，还有吗，没有了，好慢呢，啊，有点啊，可以，这个地是不是也应该种一下，凉白开，这个呗，这个也能做点，哦，这个理智软糖是那个凉白开兑的这些东西啊，这什么糖，哦，凉白开 OK， 理智这个就要是在野外老是睡不了觉的话是吧，那个血量就补满，你看我现在就是那个血条那边是有一个蓝色的，有用吗，马打扫上了，这我得睡到啥时候啊，第一个是力量，第二个是理智，第三个是水，还有那个第四个是饱腹度啊，理智满了就好了，要不然那个血量就加不满，这是空气教我，新仔盖房子盖的也挺快啊，比我盖的快多了，我这大通铺，行了吧，起来吧，在搁这熬啥呢，这是木炭，铜做的时间长一点啊，你干啥呢，他为什么不动弹，打开他为什么是透明的，他不是透明的，为啥呢，他是没那个启动啥的吗，打开设施啊，没太搞明白啊，行吧，这么地儿吧，然后咱们做一点那个铜制的，完事没，我能不能稍微拿点先，拿了啊，然后我做点铜制的剑吧，这个就行，12根剑是个什么鬼啊，60支剑也够用了啊，铜头没有钢头的吗，铜头的，这个可以啊，那我这普通的还是空气给我的，空气那边多就给的我，哦，这个也透明，这透明的说明他出去干活去了呗，我找找他们搁哪儿呢，雨水收集器我看看怎么事儿，还没有呢，所需时间2分多钟，那这样的话这个雨水收集器咱们再弄一个最好是，我看看啊，雨水收集器，雨水收集器是哪一个，这谁上哪知道，家具啊，设施啊，存储，哦，搁这儿你看着了，这玩意儿呗，需要点原木，我还得砍树去，空气好像说过好像不用那个什么，也有那个像元素小子似的有专门那个什么砍树的，这树砍不了吗，空气啊，你的树是自个儿砍的还是怎么弄的，妈妈，这我的那个看着吗，
哐哐刨矿啊。哎，我这树怎么刨不了啊？哎，这是因为离那个家太近了吗？我砍点树啊，树呢？这不都是树吗？这不砍不了什么鬼？哎呀妈，这脚当当的，这新宰的。哎，哦，对，得做个工具说啊，这样呗。哦，这样对了吧？铜制镐子不这个你给我做过了吗？我自己再做一个呗，是吧？要不然那个进度不对啊。搬了新家啊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锡矿石，你的背包重量已经让你寸步难行。我的个老天爷呀！我能传送不？我懒得走了，这是我的家，我是可以，就搁跟前呢，都懒得走。好，嗯，然后呢，咱们烧一点，咱们得烧什么呀？我看看啊，嗯，现在我的任务是在工艺台制作一个铜斧子啊，铜斧子是这玩意儿吗？是这个，需要点生皮，打什么野生动物得的啊？去的，我也没攒这玩意儿啊，我得做一个斧子应该。哎，你说话声我有点听不清，我先把东西那个测一下啊。旅人营地啊，哦，你说的这个好东西啊，汇水营地、旅人营地是这儿吗？我能走不？他不让我走是啥意思啊？传送不足，啥玩意儿不足啊？这个是电池吗？转能电池不足，我先把它杀了吧。这个就是吗？哎呀妈呀，木工河狸叫，哎呀妈，这个啃的啊，叫木工河狸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